烧烤摊强势回归。鹅啊，啊都给啊，蛤蟆199吃到饱。爱搞这开路费，一个路100块。哦。螺蟹半斤100，啊五斤999。CP 值超棒的，很追啦。就前三点啊，甲这个火鸡啊。活跳泰国虾很捞啊，一定爱点，伊这种具备很回美，上头会较好食。炖龙虾，海香菇，一秒到澎湖，我点这個河豚皮，啊，都有这個沙茶蟹，这個味噌鱼。这今年优点的是当免低消，然后当带外食，啊，不限时。